成都大学是以所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服务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办学目标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型综合大学。
三十九亿，然后整个建筑面积规划建筑面积是62万平，然后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抢建项目，灾后抢建项目，已经完成了，在去年的3月份就投入使用。新的时候人很多，但是很多人都没位置，我觉得就像标志性建筑嘛，图书馆修得更大一点，会对我们以后更有帮助。希望看到就是我们学校在绿化带或者是图书馆还有综合性的实验楼方面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图书馆中学的现在的那个图书馆建校一点，然后如果再把建一个比较大的图书馆的话，然后跟利用我们那个吃东西来交流啊，然后看书啊，各方面。第三阶段，它其中含了是一个是约5万平方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这个华章学院，华章部长这个亲自提案设。这个省域的新疆去参观，所以我们的这个图书馆非常漂亮。今天我们图书馆的领导们向我介绍，还来进行会谈，他们非常高兴，觉得这个图书馆在我们全国高校的当中都算是规模很大，而且设计很漂亮，整个校园整个标识建筑。因为你看了会觉得非常漂亮，这个现在达到了75码，非常漂亮。所以现在第三阶段，一个是图书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气的那个学间。你说进入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中心区，那个学间现在设置出来以后，应该说这个华章部长在肯定这个方案的时候，也说这个学间在我们全国高校里面也算是破了，非常漂亮。而对于同学们来说，除了图书馆之外，恐怕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便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验室或者剧院了。对吧？实验室，那就是这个软件的硬件的惊喜了。就能够实现原来12个期间结束以后，很多大学在我们之上，提升了我们设施高校这个潜力。新校区的建设完成后，穷大学子们可以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憧憬更美好的未来，可以在新建成的实验楼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可以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地段的深入把握，对校园空间的精心营造，并且通过采用新的设计理念、新的技术设施，兼顾经济性与适度超前的示范性，就能建设出既有鲜明办学特色又有时代特征的，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新成都大学。